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已有月余，疫情逐渐趋于平稳，但防控仍不能松懈。3月7日，记者对湖北省宜昌市西泠区集中医学观察场所进行了探访，了解集中隔离点的运行情况，体验医务人员在隔离点的日常工作。2月1日，宜昌市西泠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科学研判疫情发展形势，作出对4类人员中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的新部署。经过多处比选，确定临时改造平湖大酒店、新岛酒店，设立2个全封闭管理的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平湖集中医学观察场所设立了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医务人员通道、密切接触者通道，共设置独立观察房间160间，于2月2日正式开始接收密切者。新岛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参照平湖模式，共设置观察房间546间，2月5日正式启用。我们的医务人员呢，每天呢，就是对社区送过来的这个密切接触者呢，对他们首先在入住前进行体温监测，然后询问他们的基础疾病，并做好相关的登记。入住以后每天呢，早上晚上分2次都对他们进行体温监测，同时密切关注他们全身有没有其他的不适。来到新岛集中医学观察场所10楼的临时医生办公区，几位医务人员正坐在电梯旁的办公桌上填写留观人员信息。一名医务人员正在房间内穿戴防护衣物，准备去往隔离区查房。房间内的其中一张床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药品。那些药品就是我们就是为了这些在留观人员当中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这些人准备的。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集中隔离点，但是也要引发一为了日常引发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对于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我们也相应的准备了相应的一些基础的药品，以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做好全身防护后，记者跟随医务人员进入专用电梯，来到了密切接触者居住的隔离区。医务人员按照名单依次敲开房门测量体温，并进行鼻咽拭子采样，以便进行核酸筛查。留观人员表情轻松，积极配合。在这个密切接触者进来以后的24小时呢，我们也会给他们第一次进行筛查，筛查他们的核酸是阳性还是阴性，然后在12天、14天分别也对他们的核酸进行检测。随后在其中一层楼的廊道上，记者看到一个智能机器人正忙着送中药。听到机器人的呼唤后，一位留观人员打开房门，熟练地拿走了中药。因为隔离点接触的人员比较多，工作量也比较大，所以当时指挥部和我们指挥部的领导也考虑到我们医务人员的那个工作量的非常大的情况下，同时也为了减少这个相互交叉感染的情况下，采用了这个高科技的一种形式。据了解，疫情发生后，宜昌市西泠区率先推动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防治，医疗组会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按人按方抓药、熬药、送药，进行提前预防，增强其抵抗力、免疫力。同时我们也安排有我们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对他们在入住期间如果出现比较紧张的这些情绪啊、恐慌，还进行心理疏导。在平湖集中医学观察场所，观察点一线岗位实行24小时倒班制，为留观人员提供送餐和房间清扫等服务。厨房通过各种渠道采购最新鲜的食材，注重营养搭配，确保食品安全，提供早中晚3顿膳食，针对有特殊需求的进行菜谱调整。提供了一个牛奶呀、鸡蛋呐、水果，并且搭配了2荤2素这样一个份餐。针对有特别要求的一个客人呢，进行了一个膳食餐单的一个调整，达到客人的一个满意度。据悉，自2月2日西泠区集中医学观察点正式启用以来，点已累计隔离826人，累计解关661人，其他原因转出87人，当前在管78人，累计解关人数占累计隔离人数的80%。